应该算是最不矫情的产妇。你话别说这么了，还没开始呢，真的是。你等我开讲吧。进到产房了，现在是4点钟。现在这位置听小宝宝的胎心监护，现在握的这个是锁胎动的，就是宝宝动一下就摁一下。现在做胎心监护，刚刚已经检查了，已经开了4指了，准备打无痛。现在还没打无痛，但是已经开始好痛了。深呼吸，深呼吸。痛不？刚打完无痛，现在是5点钟。现在打完无痛，不疼了，但是全身痒痒。无痛是个好东西。哎呀，老公，你可算来了。疼都不疼，就想你了。现在6点半，刚才医生一检查说开了7-8指了，那种事儿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刚才我岳母给我发信息，问问他现在什么情况。你还饿了好吗？有点饿。饿了，给你点个肯德基吃行吗？贝达，你这个愿望满足不了你了，你这医生不让你吃，吃个麦丽素吧。刚才我丈母娘给我发信息问你现在什么情况了，我跟他说了。他怎么说？他就关心你啊，说你那个问我东西准备好了没有，说你怎么样了，我给他看了看。之前他跟我说他不来，我很伤心。我现在觉得他不来挺好的。怎么？因为我觉得我妈来我会哭，我会矫情。哎呀，不会，你这脚哥们儿你又生回来。行了，弄时我倒是怪紧张，还是光穿出去。哎，赶紧联系姐姐小名字。这个不慌，等你生完再说啊。行。我妈打个电话，到哪了？啊？到哪来了？哎，到哪了？还跟他的同事扯的，还动作的。妈妈都生了。现在进产房了，人家走了进去的。应该算是最不矫情的产妇。话别说这么了，还没开始呢，真的是。等我开讲吧。还没吃上火锅呢。没吃东西最多了，等孩子喂完奶，还给他吃吧。那得1年后了。嗯。别紧张啊，别紧张，别紧张。你可以抱进心里来水，抱进心里来，抱歉，别抬头。手抬顶，屁股抬高了，拉拉拉拉拉拉，来，可是，加油来，你同志，妈来，抬头，别抬头，抬顶吧，妈，快点死了个人，终于给你们老公家弄了个儿子。行，我跟他爹说一声啊，我跟他爹说一声。死了，死了个人，高兴不？把小布留给你们。高兴不？高兴，你高兴不？高兴。我睡觉，我睡觉，我睡觉。哎，别睡了，别睡了，妈妈生了，妈妈生了个小弟弟，我睡觉。啊，妈妈生了个小弟弟啊。生了个小弟弟，我是想八斤重。你看他哭起来这个样，跟莫春香一模一样哈。哎呀，啥？刚的，刚才刚生出来的时候确实很开心，这会儿冷静下来了，不是那么开心了。为什么？你看他长大了，还得给他买车、买房，还得给他娶媳妇儿。你看，你看了吗？
喊我抗议了。来来，大奶奶过来看看，来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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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想，看看这弟弟啊，看看弟弟好不好玩啊？好玩吧？想我了吗？小花奶了，你再唱唱歌。小宝贝，别哭别。